新鲜食材下锅炒，掌厨的慈济志工有厨师执照，用照顾家人的心做料理。无难吧？呢啊种素食的菜啊，按咱看要配什么料，安尼来配，安尼搭配啊。屏东推广蔬食，一天做出2000多个便当，数量太大，因此屏东静思堂、潮州及九如志工三地人员同时出动。你也没有想到说如素的人意愿这么多。哎，这倒是出我们意料之外。志工忙出欢喜心，一箱箱送往屏东县府和屏东属立医院等四个单位。屏东县副县长的带领下，县府有1600多人响应。哇，太丰富，色香味俱全。这波防疫民政处人员最辛苦，副处长本身吃早斋，欢喜邀员工来吃素。你的早斋还要再继续下去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吃素，然后呢，那大家的集气有这个力量呢，能够把我们的疫情呢，尽量的赶快过去。如素不只是为了防疫祈福，更希望能让地球降温舒压。大爱新闻屏东综合报道。